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又被认出来了，我的天啊，不要这样，不要，不要，哎，真的，双肩管者，我真的不能让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要为我左边的这个截肢动物负责啊！Hello， 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雨伞树伞之魂啊！好，这一次呢，这个皮肤是非常的、非常的有浓郁的那种感觉，浓郁的什么？浓郁的古装的风格。哎，好像原来皮肤也是古装的风格啊，不过差别在于这个有点像，我觉得有点像青花瓷的，有没有像青花瓷的感觉？有没有？还有那种祥云的感觉？好，非常好。那我现在呢，先过去看到人们走来走去的，好，来了哦。哪位？好，我们的蜘蛛呢已经在附近追人了。追谁啊？是哪位？哦，小护士。哦，小护士上山采药。你要去哪边采药啊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好，跳下去，跳下去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戳到。好，再往下。我们呢边戳边戳人边看一下这，哇，这边好热闹。哇，天哪，都在这里了。我护士。为什么目标？哎，我其实目标没有蜘蛛那么大，为什么对我开枪啊？这样你不公平哦！哎，应该是人长得高就是明显吗？就这么醒目吗？哦，看到牛仔了，牛仔再给他一下，戳到了，再戳，好，哎，目前只戳到一下，好，追下去。牛仔呢，是我囊中之物啊。通常牛仔呢是第一个飞的哦。对，我们要验证这种，长期的游玩游戏之后呢做的这个算是统计吗？统计学，对，以统计学来讲，牛仔呢飞的比率是最高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无论有没有找得到它，但是最后呢结果它都会莫名其妙就这样飞走，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应该是虽然几天前被撩过，但是确实平均玩牛仔的人确实不是挺厉害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看到这个采药人，哎，不是说要去采药吗？你要去哪边采药？我陪你去啊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阵容好了。医生现在这一局有三个，明显的比较少一点了啦。那空军也不是很难得出现的。那个机械师麻烦并不是在于说他召唤的那个玩偶，而是在于呢他给全队都加一个破译速度的 buff， 这个对我们也是蛮不利的。好，然后前锋也是常出现蛮讨厌的人物。那接下来就是盲女了，盲女不用讲，盲女的讨厌程度呢不用讲你们也知道。OK，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吸魂大法冲过去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前锋挂机吗？哦，最讨厌这种人，真的是哈。虽然我跟你是敌对，但是我要替你骂一骂这个队友。哪有人被抓椅上就挂机的？就是对人生放弃吗？这样不行。我遇过好几次玩逃生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就遇到，被放椅上，然后救他，然后之后他就在那边待着不动了。这对救人，你知道多伤吗？多容易走心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现在呢这边看到一个玩偶，先打掉。好，打掉之后呢前方直接飞高高。那目前为止开局四分钟飞走一个人不算快，对，还蛮慢的。然后好在呢我们的蜘蛛其实是蛮厉害的啦，应该感觉到蛮厉害的。好，先买这个恢复剂，对于我们的小雨伞来说呢，哎呦脸好大，技能回复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，对，就能一直持续释放技能，一直持续吸魂，一直持续摇铃，一直持续丢雨伞，对，可以来来回回的，对，非常的惬意啊。OK， 我们现在蜘蛛呢在跟着我追谁？追哦，空军倒地了，就不理他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移动，看看这边有没有人在破译，有个耳朵，哎，耳朵在附近，很明显哦。哎呦，躲在哪里？哎，耳朵不见了，所以呢，他应该离开了。好，我们去。用吸魂大法先回防一下，这是谁？鬼鬼祟祟，这是谁？牛仔，牛仔怎么又在这里？你看，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就会有牛仔，然后就被我打，然后莫名其妙呢他就会死掉，就是莫名其妙，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的牛仔没用到，这一下好倒了，这给蜘蛛处理吗？蜘蛛不处理，好，我来处理。啊，毕竟是自己打的。那现在空军在倒数了，所以要注意一下空军的动态，看有没有去救他。好，牛仔第二次了吧？对，第二次。我还是守一下这个牛仔好了，现在要飞。
好，现在牛仔果然是不负众望的第二名，以第二名的姿态飞走。哎，护士要来救。啊，现在是怎样？现在为什么要抽鞭子抽我？临死之前还要用鞭子抽我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好，牛仔的确是第二名，不错，就算是前三名了。OK， 那现在呢？那刚刚那个是谁？鬼鬼祟那个，我要去找他了。是医生吗？我是医生欸，我在这里欸。好，我来戳，没戳到。我的，好，摇铃也没摇到。那再戳，好，戳到了。好，来最后一下。那这时候呢，非常害怕他压板，不过没压板欸。直接走，这里可能会压板。我在这里，哦，行踪飘忽不定，非常难以捉摸啊。哟，没打到。好，先把板子踩掉好了。OK， 那现在应该可以很快的再摇一下铃。好，摇到了哈。好 ，OK， 毫无悬念的抓到了。那现在医生把它放在哟椅子这里很近，就是这里啊。OK， 那我现在发现呢，逃生者呢在挣扎的时候呢，会有非常多的游泳的动作。我不知道是偷懒是怎么样，为什么要套用游泳的姿势？什么蝶式啊、自由式啊、蛙式啊？仰式还没有，应该不是，应该没有仰式，那就三个，对，会一直轮替的使用。好啦，这算创意吗？好吧，算创意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再找其他人了。哇，这边都蜘蛛丝欸。如果这个游乐园一直被蜘蛛丝弄的话，感觉就很像废墟啊！蜘蛛别闹啦，这里是快乐的游乐园啦。Hello， 有被用到吗？有用到，他现在没法交互了，我就可以直接戳瞎。这种状态呢，没办法翻板翻窗，没办法救人，就像是个，感觉就像被甩失恋一样，就好像心被掏空一样，整个灵魂都飞走了。这一招不应该叫吸魂，应该叫做失恋的感觉。嗯，不觉得这样比较贴切吗？他现在干嘛？为什么自己卡在那个地方？不是很理解。戳，哎，竟然没戳到。戳啊，戳到了。我觉得不是用戳的，是用戳出去，然后这样那个幅度扇形旁边去打人家一巴掌那种感觉。OK， 那现在呢，这个也是毫无悬念的放椅子，刚刚是有蛙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哎几个了？一二三，三个飞高高。一个放椅子，一个又被蜘蛛抓了，机械师，哦，进度很快哦，现在已经八分，其实还好，现在八分多，哦，蜘蛛在里面了，因为蜘蛛在里面，好，那一个手里面，一个手外面，应该是可以顺利让他们飞走吧，好，现在剩最后一台破译机没有破译的，其实也是快要到结尾了，那个是怎么样？那个是被蜘蛛网缠到了是吗？好，过去找他一下，会。帅气哦，又是采药人，喜欢变采药啊！我跟你去，我刚刚一直要说跟你一起去，你这不一直不带我去，对不对？上山采药是不是？我出，竟然喷我，可恶啊！好，你惹毛我了，你惹毛我这个青花瓷的小雨伞，青花瓷是很脆弱的哦。悬空用会有效果吗？有哎，有效果。哦，在跳下来瞬间用还是有效果的嘛，非常好哦，打到了一下 ，OK， 继续追，不行了，我现在要追这个采药人呐、啊，挥，没挥到，再用一下，挥，哦，电线杆挡到，这不是电线杆，这是灯，好，路灯，戳，这样竟然没戳到，不是吧？小黑的，我现在完全看不懂，看不出来是小黑还是小白，因为基本上呢，这个皮肤呢，已经让小黑小白整个混淆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只能看我的那个技能是铃铛还是那个吸魂的，对，完全没办法透过服装来判断，这是挺麻烦的。好，鬼鬼祟想出去，嘿 ，Hello， 有吸到吗？哦，没有，差一点点。好，再过去吸。哦，等等，我倒车一下。好。全部进化者就只有白无常能够倒车，超酷的！而且现在总价只需要87万哦，又可以分87期零利率，心动不如赶快行动，你值得拥有。好，继续玩我啊，没关系，你继续玩我，再吸干你的魂魄。好，吸干了，他现在没法交互了，我现在可以好好的凌迟你。我戳，哦，卡在那里了哈，没办法翻板翻窗了哈。好，现在第二下而已啊、哦！哇，打那么久才打第二下，天啊！
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继续吸你的魂。好，再戳啊，总算戳到了。哎，浪费了不少时间了。啊，那附近有椅子吗？看一下，有，附近有张椅子。不过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椅子。哎，这里有，这里比较近，这个椅子比较好一点，有没有？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，它的皮革用的用料啊，还有那些做工都比较繁复一点。OK， 那对他行个礼好了。好，请多指教，下次呢千万不要遇到我咯。OK， 那等你飞高高之后呢，就可以去采药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现在买个东西，12000了、欸，莫名其妙就12000了。好，这种购买就是过瘾了、啊。又是没买到助燃剂啊。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没买到就算了，无所谓啦。这一局呢，我觉得应该已经是赢定了，所以呢，不用买助燃剂也可以了啦，好不好？了胜于无。好，过去。哎呦，蜘蛛丝喷到了。他坐车走啦。好，我知道。蜘蛛跟我都被放鸽子了，一次放两个人鸽子，你知道怨念有多深吗？哦，电闸开了。那现在呢？这个医生呢？扫一下好了，应该没有人去救他了。好，我们直接用小雨伞传送过去。嘿，附近有人吗？哦，有看到一个影子，缠到蜘蛛丝的那一位，该不会又想坐车走吧？哎，蜘蛛打到他了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我就不用理他了。剩下谁啊？剩下一个机械师是不是？对，剩下一个机械师了。那机械师就是认出我的粉丝 ，Hello， 没办法，我要对蜘蛛负责啊。所以如果万一这局把你打倒了，就不要怪我。对。我还是很爱你们的哦。OK， 那剩机械师，希望你能找到地窖先跑掉。对，那是最好的结果。那如果找不到地窖的话呢，就没办法了。加油，找地窖，真的，你还有机会逃跑。找地窖，我附近有耳鸣呢，是在这附近吗？好歹移动一下，不要让人家发现。哦，原来是玩偶啊！打掉之后位置就曝光了，在哪里？在上面，在楼梯上面，正在坐溜滑梯，在这里啊！完蛋了，可能会 ending。蜘蛛在这里，就算我不杀你，蜘蛛也会杀你，所以与其这样，不如死在我的手下，你说是吧？好啦，蜘蛛帮你包起来了，真可惜。如果能找到地窖的话就好了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玩小雨伞树伞之魂的影片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持续这种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然后下旁边小铃铛。那 IG 呢也别忘了追踪我哦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，拜。